师傅跟你说人力资源的首要是判断，你觉得做一个戏拍下来，你对这个行业应该有点了解，除了判断之外还有什么？有两点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，一个是沟通能力，还有一个是团队协作。OK， 判断力、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。好。